我脸上有东西吗？没有，那你在看什么？看帅哥帅得挪不开眼睛。能不能有点新鲜的？能啊，我花样可多了。那我给你讲故事、讲笑话，或者其实唱歌我也还不怎么。不要。那你要什么？安静。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话，我怕你不开心。对不起，我替苏黎向你道歉。不用，该道歉的应该是我，要不是我的话，你们也……苏米多，可是感情的事儿就是没有办法勉强啊，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绝对会大大方方的让你走，不会缠着你的。行。懂事了，跟我一起弹个琴吧，你会什么呀？弹个琴，我什么都会啊。游泳去可以吗？可以。豆豆，等我长大了，你真的做我男朋友吗？不用等，现在就可以。